兴趣是跑步。时间我觉得很不重用啊，我根本都没有明天，发我的爸妈的脾气啊，发我的男朋友的脾气啊，然后跟他分手了，没有一家公司可以请我去工作。OK， 朋友就叫我去跑步。从前我跑18米啊，我也觉得很困难的，然后哪一次完成了10公里，我真的很满足。教练很厉害啊，他是我的明灯啊，他会照着我的方向啊，他给我好像重新活过来。是他跟我说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的，但是不要个手掌向外边，不要这样向外边。那么困难的事情我也可以克服，以后有什么事情我做不到了，所以呢我去找工作。但其实有更加多呢是很隐蔽的，他可能他的生活呢就是床、厕所、餐台。原来我们不只是帮到一个人，可能帮到整个 family，甚至乎对领跑员都是的。你不需要跑那么快，但你可以帮另外一个人去改变生命。白汁吞拿鱼意粉饭长空粉。因为我们跑步的话呢，有一条绳子，这个绳子就会给我方向，给我信心。其实我们两个人一同成长，因为没有他，我没有坚强的意志一起去运动。